又到奥运360嘅环节。随住奥运开幕在即，奥运圣火咧亦都传递到主办城市伦敦。咁连日嚟啦嘅火炬传送，有多位嘅华人参与。在今日的奥运360中，我们为大家介绍分别在伦敦东部传递的克尼华人会主席钟树雄，以及在路威什传递的印支华裔社区中心张志强。从事华文教育工作30年的张志强说，他希望年轻一代从这一次的火炬传递当中得到启发。由记者郑焕智报道。随着奥运会开幕在即，奥运会开幕在即，奥运圣火传递也逐渐逼近奥运会的主场馆。在周末期间，参与火炬传递的有多位华人，包括曾经在香港当了十多年警察的钟树雄，还是现任克尼华人会的主席。在1996年咧，咁我就嚟咗呢个中心，由朋友介绍嚟咗咧，就开始做义务嘅工作。咁喺2000年，即系2000年，我就入咗嚟管理委员会里边。咁跟住喺2002年咧，就得到啲公公婆婆啊、啲會員啊，同埋啲其他委員咧，咁啊推選我做呢個中心嘅主席，咁一做做到而家啦。钟树雄说，他是在两名中心经理的秘密提名下获得火炬手的资格，他也希望可以借参与圣火传递的机会带出一个信息。喺呢次我哋获选为其中一名火炬手嘅经历过程里面咧。亦都希望所有嘅華人同埋所有嘅少數民族，我哋一齊共同去奮鬥，一齊去融入呢個主流社會，為呢個國家、為呢個社會作出我哋應該有嘅貢獻。喺老威森嘅聖火傳遞當中，印支華裔社區中心嘅張志強都係火炬手之一。雖然係星期一嘅朝頭早，但有唔少嘅居民都夾道相迎，恭候火炬經過。感覺到好幸運啦！能夠得到提名嚟參加咁樣個盛宴，我覺得意義非凡。尤其是我係出身一個少數民族，加上我自己個背景係難民身份，就可以俾好多人都知道，一個人咧即係做咩都好，就要專注去做，做得好好嚟。自自然然咧就得到社會人士嘅肯定。張志強話：佢希望呢一次得以參與火炬傳遞，亦都可以帶出一個正面嘅信息俾年輕一輩。就好似我哋學生講嘅，就我本人得到呢個奧運會嘅提名，做呢個火炬手，佢哋認為咧就係我哋學校，我哋華人。在这个社会的贡献是得到他们的得到社会人士的肯定。他说有些学生还制作贺卡来表达他们的心声。有一份尤其是这一份东西他写 You have done us proud。 怎样来说呢，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能够更上一层楼，做到比我更好。无线飞出台记者郑焕智在伦敦的报道。